我们来看2014年全球行动通讯大会，目前正在西班牙巴塞隆纳举行，也吸引了许多国际大厂在当地展示他们的最新技术。像宏达电就宣布要推出新品 Desire 816，主打中阶市场，而三星呢也发表了高阶旗舰新机 Galaxy X5，要吸引三星迷。2014 MWC 行动通讯世界大展2月24到27号在西班牙巴塞隆纳费拉国际展览中心举行，开展的头两天涌进参观人潮，国内中华电信、宏达电、华硕、宏基等品牌业者各自在不同展馆展示最新技术，吸引不少人潮参观。手机大厂宏达电、三星也都选在 MWC 发表新品。宏达电新品主打中阶市场，执行长周永明亲自上台简介 Desire 816规格，而董事长王雪红也对新品非常有信心。我觉得呢，这个手机呢会让我们市场能够扩大，因为有 HTC 非常好的一个design 的电源在，所以呢，我相信呢，尤其是性价比非常好，而且这个 technology 是完全没有看过的，那我觉得当然真的会扩大 HTC 的市场。三星今年在 MWC 发表高阶旗舰新机 Galaxy S5， 智慧手表 Galaxy Gear Fit 也首度问世，时尚外观设计让现场不少与会者燃起兴趣。联合晚报马瑞璇西班牙报道。